还有一点三首十分其实在这个20年后，就是说他有很多歌其实大家都口耳熟能详，可是这三首就是我觉得玉琴就挑得很非常不错，就是几乎大概没有什么人记得的潘粤明。对啊，当初在找这几首歌的时候，哇，我找遍了网络，就是找不到这三首歌，可是我就觉得这三首歌真的让我对，唠到今天的时候就下场。没有，就是说，其实以前也都会听年轻的时候买一些专辑，然后大概比如说很多专辑，比如说潘粤明，大家都会记得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啊，或什么的。那一样就是在那个年代，很多人不一样的流行歌曲啊，我们都会挑一些。那玉琴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就是这么多年以后，其实他也可以挑一些大家耳熟能详很甜的那些讨好的歌的，可是他就是怎么讲，他就是会挑这些可能就是真的是记忆的缝隙里面的那种，对，那个其实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好啦，刚刚三首歌是20年前的歌了，是，哎呦天哪，潘粤明第一跟第二张专辑，对，好啦，我们刚刚唱过三首20年前的歌，那我们回到现在唱大家比较能够耳熟能详的歌，带来这首王菲唱过，作词作曲是袁惟仁，那我比较喜欢听袁惟仁唱这首歌叫《旋木》，那给各位带来这首歌。
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。